这里是欧阳主治的办公室吧？我是今天来报道的骨科实习医师，从来没看过这么嚣张的实习医师，拿病患的生命开玩笑，当着病人面前质疑我，哎，我建议一并开刀处理。等一下，锁骨、肋骨骨折不一定要开刀，我就是看不惯你这种动不动就要开刀的医师。保全，来把这个妨碍医疗的干东西给我赶出去！学姐，学姐，你不要生气。我现在要正式向你告白，我要追你，来吧。来到我怀里，会让我住进你心。我们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画下独一无二的图案，在每个夜晚把星空点亮，迎接耀眼的世界。我们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画下独一无二的图案，在每个夜晚把星空点亮，迎接耀眼的世界。我们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拉近转瞬即逝的时间，在每个明天能踏上霓虹，迎接光彩的未来。